家带来的是，哦，美味汉堡店的玩具哦，我们一起打开看一看吧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哈哈哈哈，我是瑞塔大富哦，我有超多超多的钱，嘣嘣嘣嘣，这些可都是白花花的大钞票呀。有了钱之后，我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干呢？现在我肚子有点饿了，我要去找一个饭店，美美的吃一大顿饱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里好像有一家快餐店，快餐最好吃了。我最喜欢吃汉堡，还有薯条、炸鸡，我要来吃一点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，这家餐厅好奇怪呀。如果你付的钱和你吃的东西不一致的话，你就会受到惩罚。不是说好是自助吗？我以为你看不见呢。看来投机取巧的行为是错误的。哼，我就只多吃了个冰淇淋和一杯饮料，你看多少钱？收你50吧。好的好的，给你50。哎呦，肚子果然不疼了。哎呀，天哪，太惊险了！我这个自助的快餐馆可真是不错呀。作为一个大富翁来说，我觉得这是我投资的最好选择。我决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你。我以后要当这个快餐店的老板，来监督那些人，希望所有小朋友们都可以自觉地遵守我们自助快餐店的规则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社会就变得更加的和平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功能，我可以唱歌呢。真的吗？是这个键？对，按我右边的这个键。这个吗？我来按一下试一试啊。哇，还有音乐呢，真是太好了吧！哇，哇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已经知道
馆简直是我一生的荣耀，太开心了！以后我一定会遵守我们这个自助快餐店的规则，再也不会偷偷的多吃东西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欢乐汉堡店的玩具就给大家介绍完了，你们觉得好玩吗？如果喜欢我们的玩具，一定要关注爱玩具的公众号，给我们点赞和评论呢。瑞塔姐姐会从评论的下方抽取一个幸运的小朋友，送给他们的欢乐汉堡店的玩具，而且还会邀请他来到我们现场，和瑞塔姐姐一起来做游戏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